离的时候，就是觉得最不错的事情就是他读了书，然后因为他之前是就算买了书也不怎么读的，但是他这次隔离期间他是读了书的，他觉得有点自豪，而且特别是读书还有运动这件事情，他觉得很自豪。运动了，我动运动他现在会。小牛讲话真有意思，小牛。没有。教他学中文吗？怎么教？我不会。说有时候听那个雨声，有时候会听那种钢琴声音。这么巧，我也会冥想，也就交流一下。要不打开麦克风吧，教他两句。基地没人了，基地就我一个人，一个都没有。小贵也不在吗？小贵已经被你们赶去二队了。麦克站掉。什么意思？耻辱？这是用什么？这是用什么翻译出来？害羞。尴尬。耻辱。耻辱。我想展示一下我的辅助。小牛来搞笑的，小牛。他问最后那两个字是哈哈吗？我说是的。他知道哈哈有很多意思吗？应该不太懂。哈哈有很多种很多种意思，比如说像现在哈哈就有尴尬的意思。一般现在大家都不发哈哈了吧？我现在发的每一个哈哈都是有那种嘲讽的意思，多少是带一点的。比如说我看到我旁边的人一杠五一杠四这种，我就说对着他说一句哈哈。哎，突然就想尬聊，但是想了一下算他来了，哥有的是时间教他。他在说啥？这人发的一看就是用机翻的呀，这谁看得懂啊？然后其他我这两句英语还挺干净利落的，还挺不错的。哇，他真幽默，有点高手的感觉。真幽默，幽默，太幽默了，小牛，喜欢他这种幽默的部分。